那特别谢谢，建中校长以及幼儿园民族主任及所有幼儿园老师们的用心，孩子很开心，家长你要放心啊。那谢谢，掌声谢谢老师们的用心啊。 在幼儿园是好宝宝，你们上了国小，要做一个这个爱干净，然后呢有礼貌、身体好、会孝顺的好孩子、好学生，好不好？ 谁能给我力量？
可爱唱。